山茶花饼干，你也察觉了吧？花受净化一切的洗礼。保存实力也是战略的一部分。山茶花饼干，你也察觉了吧？花朵怪物不但持续出现，而且似乎变得更强了。的确如此。可是自腾蛇苏醒后，强大的进化之力遍布了整座森林，花朵怪物应当恢复才对。小心，体型这么大的怪物被击中的话非常危险。受进化一切的洗礼。保存实力也是战略的一部分。华丽登场。山茶花饼干，你也察觉了吧？受净化一切的洗礼。受净化一切的洗礼。臣对于情商重吧。受净化一切的洗礼。被我吓跑了。